Hello, my sweetie. It's our review time. 又到了我们的复习课时间啦。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学习了三个新的表达情绪状态的单词呀？The first one, let's have a look. Oh, I'm gonna go hungry. Ta-da! Hungr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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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 says, hung, gree. 那连起来就是 hungry, hungry。那我们非常饿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可以说 I'm hungry, I'm hungry? It's your turn. 你也来练习一下这个小句子吧。Very good. And next one, ta-da. Thirst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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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 sound. 那我们在发这个音的时候，要咬着你的舌头尖哦。IR sounds, ST sounds, 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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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 e, thirsty thirsty。那我们口渴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可以说 I'm thirsty, I'm thirsty? It's your turn。Excellent. And last one. Ta-da. Full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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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 says, f, f, o, o. Double L 在这里发音是 o, o. 那连起来就是 full, full. 那我们吃了非常多东西，肚子很饱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可以说 I'm full? It's your turn. Very good。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学习了三个表达状态的单词呀？I'm hungry, I'm thirsty, I'm full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书写时间哦。Let's write the letter M and letter N。我们本周是不是学习了字母 M 和字母 N 的大小写书写呀？那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吧。我们先来写一组大小写的字母 M。大写的字母 M 是不是分为四笔呀？一起来练习一下吧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那我们在旁边写一个小写的字母 M，分为三笔哦。One, two, three。大写的 M 是不是像一个尖尖的门洞？小写的字母 M 是不是像两个圆圆的门洞？那我们再空两个字母的距离，再写另外一组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这是一个大写的字母 M，小写的在旁边，再来写一个小写的字母 M。One, two, three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的 letter M 的大小写啦。那下面呢，我们来练习一组 letter N 的大小写的书写。大写的 N 是不是分为三笔呀？One, two, three。那小写的 N 是不是分为两笔呢？是不是要比 M 简单一点？One, two。它这两笔是不是和小写的字母 M 的前两笔一样的呀？那我们中间空两个字母的距离，再来练习一组。One, two, three，小写的字母 N 分为两笔。One, two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本周学习的字母的书写哦。本周的字母有一点点难，小朋友们课下的时候要多多练习呀。希望你们都能写出非常漂亮的字母。Bye。